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月。那今天呢，要继续我们的暮光森林模组生存。那我们上一集呢，就是断在我们挖进去的这一道墙壁后面嘛。那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的高塔之旅吧。哎呦，这下面是空心的，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吧，主塔了吧？应该是哦，这个地方主塔，不然的话这边不可能锁起来啊，这边锁起来干嘛？主塔的话就是继续往上走就可以看到那个，是不是？就可以看到那个 boss 了。哦，来到一个大空间欸，这是哪里？什么东西？蜘蛛掉下来了。上面是什么？上面有只幽灵在飞欸，然后上面好暗哦。然后这里有很多那个红色的东西，看不懂欸，这是哪里啊？欸，这是哪里？哦，隐形的桥啊，隐形的桥。不是吧？我要这样子慢慢走。好，你这桥有屁用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有很多桥，我一个一个点，是不是？找到正确的桥，是不是？我为什么要这么无聊啊？我不能够那个吗？啊！我不能够直接叠方块上去就好了吗？为什么我要在这边慢慢那个，慢慢玩这个机关？我叠上去就好了、啊。跟刚刚一样啊，我也不需要找钥匙，不是吗？慢慢叠就好了。好像到蛮上面的地方了、哦，我就像迂回的方式叠到蛮上面了。剩下木头叠好了，我好像要叠到这个地方来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慢慢叠过来。哦，它有些方块会消失哦，麻烦死了。早知道我应该多带点泥土过来啊。多带点泥土，直接往上叠就好了。在那边，算了，没事，木头浪费啦。木头就是拿来浪费的嘛，我们就直接用这些木头叠上去啊。烦死了！我在那边慢慢叠，然后一直那个、欸，一直害我。这样不是快多了？你看我叠到这里来了，有没有？超快、欸，省得他再慢慢来。那我在这边从这边走过去就好了，有没有？上来了啦！不要射我！不要射我！你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好多只，等一下也太多了吧？先让我吃东西一下。不要这么冲动，我们做人不要这么冲动啊！你这把弓也太强了吧。哇！而且他还超高走欸，高速走欸，高超走欸，你知道吗？超猛的他那个走欸。感觉我就快到最上面的地方欸，然后这里是幽灵。走开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是说你啊，还看屁呀、啊！我就快走到最上面了啦。就是这个箱子，一些食物的箱子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哎呦，哎呦，苦力怕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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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吓死我！像这地方也是啊，有没有烧成这样子怎么走？哎呦哎呦，好多只哦，好多只大只的、哦，牛也超多！不要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！这牛也太多吧，而且还超恐怖的，这牛也超恐怖哎、欸，去死！哎、欸，哦哦哦哦哦，好，我们可以直接从这边过来。直接走来这边啊！等一下，我爬超久了、啊，怎么还到这里而已啊？我看下哪一个，这个是主塔，这个直接从这边挖进去啊，比较实际哦。反正我现在斧头挖那么快，有没有？直接挖进去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各位观众，我来到一个奇怪的地方、欸，哎，他这地方是不是在教我们合成啊？这地方被打掉了，可是这个地方应该是在教我们合成的，对吧？这东西是什么啊？这个火，他是不是在教我们合成这个东西啊？只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哦。哎，他有这些材料哎，所以说我们要试试看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我把它推进去了，然后这个也是，这是干嘛的、啊？嗯？
这是什么？为什么这里有个奇怪的东西啊？这是干嘛的？诶、欸？哦，金砖诶、欸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怪怪的声音。好、啊。啊！哎呦，等一下，吓到我，然后好多这个、喔，也太多幽灵了。等一下，我点了什么？我就是触发一个机关而已啊。有声音，怪怪的声音。这里有个东西在那个、欸，演奏音乐。好了，我不知道那是干嘛的。总之，我爬到很高的地方、喔，然后这里有个教学。我要不要合合看、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还是就不管它。可是我这个进度还没解完呢、欸。好啦，我不知道啊。有知道观众跟我讲一下啊。我就先在这边就是稍微合一下这些东西有没有？合合看会有什么效果好了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吵啊？这上面吧，这上面吧。不要射我，不要射我。我就快到最上面了，在那边。走开。OK。我来合一下这个东西啦，在那边，我想合一直不给我合。这个消失的方块，哦，不晓得，我合到一个奇怪的东西，消失的方块哦。这个干嘛？完全不知道这可以干嘛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还不想放在这个地方了。哎，这东西还我，这东西给我。啊，有观众知道这可以干嘛的，跟我讲一下。我要上去打 boss 哦，先在这边记个路啊，睡个觉。上面应该就是 boss 的地方了，很上面了。我先在这边放个箱子好了，箱子应该不会烧掉啊。这边超多火焰的，可是我猜应该不会烧来这边啊，我猜啦。做个箱子，不知道不会死哎、欸，我一路上来都没有死，可是感觉一堆观众跟我说这一只 boss 超级强哦，超级强，我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强啊。反正既然观众说超级强，我们就是要小心一点，好不好？观众说很强，就是小心一点。大概带这样的东西就可以了吧？食物拿出来，该上去了，开始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合成的地方哎、欸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东西哎、欸，然后这东西烧掉了。好的，我们上来了。我刚刚看到上面有那个 boss 的那个哦 ，boss 的生怪砖哦，这个地方。boss 的生怪砖怎么办？到底上去啊？说真的，这到底怎么上去？这样爬上去吗？这很难挖哎、欸。把东西这些地狱石带着，用地狱石叠。来喽，打 boss 喽！这应该是 boss 呗？哎呦呦，乌尔！一堆观众跟我说什么恶灵乌尔是不是？恶魂乌尔，先跑一下。就这种东西在吵哦，这东西怎么弄啊？挖掉它吗？闭嘴！这个，哎呦，可以砍它吗？哇，它会扣血、欸！滋，哎呦，好像蛮猛的哦。哇、哦，它好猛哦，它好猛、哦！等一下，我这可以踩吗？没用了。等一下，他好猛哦，他好恐怖的感觉哦，好吵哦，噜噜噜噜噜噜，躲一下，走位一下好不好？走位，这地方到处都烧来烧去的，这次好像真的是打 boss 哦，超恐怖，你知道吗？恶魂乌尔，别跑，乌尔。乌尔，哎呦，干什么？这怎么那么小幽灵？就这个是不是？好像就这个时候，这时候他再次噔，有没有拉出来？踩，有，他下来了，我可以砍到他，哇！哇！好猛，好猛哈、啊！这东西超有用，走开！哦，是说这地方是不是有防爆啊？它炸不坏地板、欸。
他炸不坏，他对我也没有很痛。走嗨，先把压力板拆掉，不然等等又没有压力板可以用。就快点了，就快点了，你赶快去死吧！这什么东西？这可以用吗？这也可以用，这可以用。压力板，压力板，压力板，踩过来！你怎么不过来啊？你要过来啊！你在干嘛？你怎么过来？乌尔，乌尔，你赶快去死吧！乌尔，乌尔，你赶快去死吧！我已经不想打你了，你好难打，要一直射，一直射，哎，快去死啊！快去好不好？哎，结果我真的不会死，火之泪，那他的东西会在中间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可是我没有解到这个进度啊，这是干嘛的？这是干嘛的？观众跟我讲一下哦，走开，不要过来。这是什么？炽热之泪。然后一堆这个铁矿石，这个恶灵乌尔的头，戴一下。我一直都想，哎，我的头会爆掉了，再戴一下。哇哦，帅气！哇，然后这就没了吗？这样子就这样就没了，观众。哇，这样就没了。哎呦，我的触须会动哎，观众，哇，好帅哦！Hello， 一起合照吧，合照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就差不多先到这，那就先为点评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点个喜欢，不要好点不要响铃铛。那有什么建议的话，也可以留在下方，让我知道或者让我分享资讯我。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